最新企划第一弹，媒体部同仁拍推车影片，这个下礼拜一人找一台车拍推车了啦，你们自己做功课自己拍，看你们要拍出什么样的类型，到最后让全部的观众朋友去这个票选，觉得谁拍得好，下面留言大家就会讲观看数最高的，以后就固定班底了啦，直接让你这个擦干股，那应该没有人想要第一吧，给你抽，哎、欸，干抽成呢、欸，第一名的以后可以参与影片的那个分论，啊，演出吗？演出要啊，要演出啊，演出就有分论，不是吗？那还是要演出啊。哦，不用演出就有分论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妈，你就是思想躺在那边让人家摇就对了。有一天，这个冰淇淋啊，哦，他就背叛了冰箱，哦，他就离开，离家出走了。后来他发现他一直融化，一直融化，不行，所以他只好这个哭着回去找冰箱，说：“拜托你让我回来。”冰箱就说了：“好，上来自己动。”好啦，计划开始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处理了。哦，开会还是有结果，礼拜六来开这种他妈烂会议、烂小组会议，还是有点结果的啦。下个礼拜开始开吹钟，第一弹，耶！想先当第一个，同时自己写剧本，你想要怎么拍，好不好？要不要预算吗？要不要给你们预算？请修哥来也 OK， 公司也处理，要不要？哦，那我要去问一下问你。问你哦，问你问你，你知道我不知道，你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，是这样吗？我还你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有预算申请，好不好？啊，太高就怎样，驳回，就这么简单的而已啊！什么字？帝王字嘛，好不好？啊，科比泰山，你干他苦瓜不懂车，他要吗？啊、哦，我不管，你们自己去研究，好不好？哇，一次多三四片，好爽！我干，我真的躺着不用动哎、欸，自己拍还要自己剪哦，自己动啊，我不动啊，换我剪哦，你剪啊，那我就不动啊，你们自己动啊，我不管啊，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，太长了，这个补充一下，交换剪哦，不能自己剪，不要你剪，给你剪，我都不要，我他妈多三四片要剪，我他妈好日子不过，你傻了是不是？啊，交换剪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么决定了，自己动计划，开始了。